照片尺寸对照表，证件照要求是免冠的照片，也就是不戴帽子的正面照。照片上正常应该看到人的两耳轮廓和相当于男士喉结处的位置。寸照的背景色多为红色、蓝色、白色三种。对于照片的尺寸，你了解多少呢？照片的尺寸通常以英寸为单位，一英寸约等于 2.54 厘米。X 寸照片是指照片长的一边为 X 寸，如5寸照片的长为 2.54 乘以5等于 12.7 厘米，12寸照片的长 2.54 乘以12等于 30.5 厘米。不同尺寸的照片用途也不同，身份证、体检表等多采用小一寸 ,22 乘以32毫米。第二代身份证照片尺寸为26毫米乘以32毫米，普通一寸照则为25毫米乘以35毫米。中国护照、旅行证照片的尺寸为48毫米乘以33毫米，其中头部宽度为15毫米到22毫米，头部长度为28毫米至33毫米。